在今天上午6点半左右呢，在台北捷运的石牌站这边发生了一名大概是80几岁的老先生他落轨的意外事件。而目前根据了解呢，当时列车是正在进站，而老先生不小心掉下去之后呢，还好这列车有看到及时刹车，当时警消人员是合力抢救，在20分钟之后已经将这位老先生救出，送医之后他并没有大碍。